咬部兩手捉落嚟，立落嚟，膝頭撞上去，提膝，上左部右手打出，上右部左掌打前，好，再試一次，兩手一捉落嚟嘅時候，膝頭撞上去配合，兩手向右邊捋落嚟，雙手提起落左腳，左手撥開，右手打前。嗱，依家左手擺到喺左腰對出，右手向下撥，左手向前打，上右步。好，依家我向呢個方位，正方位示範。一捉落嚟，提左膝。一捉提左膝，上落个手落个脚上企稳，手翻出嚟，一拨一打，左手拉落去，一拨开打落去，右手打前。啊，呢、这个一打呢个手咧，配合个马步腰身转，跟住上右脚。右腳的時候，右手向下撥，左手向前打。好，轉回過來試一次。記住重心要企穩，身要定。落步的時候，兩手翻轉，鬆開，沉踭胡肋，膊頭放鬆，身要定。呢度一上步，記住一上步，手腳配合，咬步。